今天是第一次跟虞书欣同台啊，然后你这边觉得感受怎么样呢？感受就是挺轻松的，然后他也会时不时爆出一些京剧一样的，就是觉得他也挺可爱的。雨后的街台蜻蜓飞过浓密的森林，脑海里你的奇迹像彩虹般的甜蜜，等到你找我轨迹遨游在银河星系，你是迷人的 lady， 做没有人能比拟，周围的谈论爱情这可以还是甜蜜，童年的回忆还是风吹落下的夜晚有